么帅的车？我相信呢，这个车主呢，应该就是很帅的人。我在日本啊，那么久啊，就是在这么岩手底下，就是乡下的地方，第一次头一次看到哎，这么帅的这种重型机车，然后又那么大一个，真的很酷很炫，骑在路上，想必车主一定很帅。我应该错了，因为我看见那个车子的旁边，我看到这个橘色戴安全帽的，他们搞不好就是车主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、こんにちは。哎 ，This blue motorcycle, you? Hi. Hi. 天哪，竟然这个车的车主是老先生哎！老先生可以骑那么大的重型机车，你几岁啊？可以问一下吗？何歳ですか？70歳。啊，70岁。70岁的老先生，骑这个那么帅气的车，这怎么骑？哎，可以请他站上去吗？ちょっと乗せ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あ、いいですよ。而且他后面这边，你看他的车很妙。はい。前面一个人，然后这个，哎，真的好猛哦。然后后面可以坐一个人。はい。中間都高興了啊，他说和大家 好通话讲话什么的，这个算是有点电话的感觉。对对，通话讲话交流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个车队嘛，然后大家这样骑车啊，然后你不可能回头这样看，所以呢就利用这个内建式的这个无线电啊，然后这个麦去让大家听通话。哇，你看那边又有那么多的车来了，莫非是恋爱神社的力量马上发挥了作用？我才在想说，这重型机车骑士年纪已经可以当我阿公了，结果居然来了一整个车队的帅气骑士，呵呵，真是开心呢。不过是个公路旁的休息站，真令人惊喜的巧遇。啊，这是打开来才可以坐上去，我以为就是直接这样坐上去，原来这只是一个保护套。这样一台车应该不便宜，搞不好要几百万哦。原来它是这样子，我整个人算是这样子躺在上面的感觉，我以为我是骑在上面这样子，好酷哦，很炫呢，而且我更没想到是老年人的休闲，就是这种大众。哎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啦，坐着阿公骑士的车是很舒服啦，真的很舒服哦。我还不好意思马上跑过去另外一边，结果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状况。干嘛？干嘛呀？车队啊，另外一个车队干嘛？另外一个车队啊！然后已经看我过去了，可他看起来比较年轻哎。哦，就慢慢等哦。安全帽还人家，安全帽还人家，好好好好好。女色狼。去看一看，让你知道有这么多车队，刚好两台。My bike。你看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 CP 的感觉，而且他全身就是穿的那个皮衣，穿的皮衣。他见我吗？啊！哦，大和魂。Japanese hat。Which one is your？啊，うちの女房。啊啊！是他的夫人啊，红豆泥，红豆泥，红豆，红豆，真的，他老婆，然后也是骑这个车的，哪一台是他的车？你敢说吗？他的车比他老公的好看呢，因为看起来就很雄壮的感觉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女生骑的车，而且他老婆真的长得很漂亮，就是一副应该是穿着和服、秀秀气气的样子。没想到他们列假日的时候出来玩这个东西，然后。在那么大台车之后啊，你看这台小白车，完全就是觉得哎，呼，冲进去哇！欧娜，欧娜，欧娜，他为什么那么大一个人，然后为什么会想骑这么小台车？これはですね、こだわりです。这些人他们全都是朋友，全都是一个，就是一个车队。那他们这样的车队是什么时候会一起骑着他们的重型机车出来？1年1回。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。所以今天刚好是那一年中的第一次，就被我们这样遇到了。他们就是骑着这样的重型机车啊，然后出来聚会。难怪，哎，我们好幸运哦，可以遇到他们这个样子。可是啊，
他们都骑那么大台车，我觉得车速应该不一样吧。像这种小台，你看它这个时速才60哎，70、110，这个车啊会不会追不上他们啊？ついていきます。ついていきます。いきます。但那个秒级很快的。很快吗？很快。他骑给我看好吗？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嘞，让我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，这怎么讲，算是汽机车吗？还是重型机车？这台也非常不一样。谁的车？社长的。哦，社长开的车果然是不一样的哦。这台车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啊，你看，看他的光，看他的影集，然后啊，他们真的是岩手县的车，我不知道岩手县这样会有那么多就是爱好重型机车的爱好者哎，然后这台车坐上去应该时速应该很快，然后看看最高到200，这台车不知道多少钱呢？可以问一下吗？这台车いくらですか？円で、新車で、新車で600万。啊，新车的是600万，新车600万，那他的那小台车多少钱？我可以问一下。先那小台的车的话，一个人。あれですか？え、30万。30万。30万。哦，そうかね。600万日币的车，接着坐上去。哎呦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这样子。はい。哇，这样子，第一次坐，好妙哦。广人稀，风景优美，空气清新，风和日丽的悠闲午后，骑着心爱的摩托车，与三五好友或情人一同出游，真的是一大享受。如果嫌这样的浪漫情事还不够，